大家好，好快重温下22条 MC 关于啲 transformational graph 嘅。咁题目俾咗呢个 graph 嚟，咁点样喐法呢？其实就系两个动作，第一就系向左喐，向左喐两格，然之后咧向下喐五格，得唔得？向左喐两格，再向下喐五格，咁成个图一齐喐啦。咁你可以留意咧顶点个位置啦。頂點的位置應該去了零負六，咁你見到咧，應該 match 到呢一點 ，match 到呢一點。OK， 好啦，所以答案咧就係 B 啦。